大家好，这里是即时评，我是主持人 Giselle，我的搭档是理工男文芬。今天是2021年的8月11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战斗。我们今天会来探讨一下啊，这个郭先生在接下来会给我们做一个大的直播啊，会来聊一下 G Fashion 和 G Club 以及 G 系列的一个这样的意义啊。然后我们会在这个郭先生直播之前来提前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我们可能会听到哪些要点，以及郭先生将在直播当中回答我们哪些问题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话题。那么第二个话题是呢，最近真的是好消息不断啊。那纽约州的州长科莫啊，自己主动提出辞职了啊，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么第二个好消息是呢，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上将啊，上将伯杰将军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示，决执行拜登交给那个奥斯汀啊，国防部长奥斯汀的那个命令啊，说要求所有的军队接种这个疫苗啊。嗯，这是我们今天的三个话题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科莫的新闻。那请我们的导播给我们分享一条，对，科莫啊，纽约州州长科莫涉嫌性侵啊，这里边涉及到11个女性。那在这之前呢，拜登总统已经受不了了，就是呼吁他辞职，但是这个科莫呢，他是就是赖着不走啊。那今天是终于，在美东时间8月10日啊，也就是我们澳洲时间的8月11日，就是在这个各方压力的这个施压之下，科莫宣布辞去纽约州州长的职务。那么这个效令是在14天之后生效啊。那他的副州长呢，霍楚将接任州长，成为第57任纽约州的州长，也就是说，纽约州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州长。这个科莫表示呢，他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如果这个州议会启动弹劾程序的话呢，将消耗政府的资源啊，引发几个月的一个政治和法律的诉讼和争议，那么会使这个纳税人损失几百万美元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就说，哎，我干脆自己辞职就好了哈，我能帮上忙的就是让位，然后让政府呢省点资源，省点钱，这是我要做的哈。那么对于他的那个性侵的指控呢，库莫还是没有承认啊，没有承认。关于这一点呢，纽约州的总检察长啊，Letitia James，他是8月3日，宣布了啊，针对纽约州州长库莫这个性骚扰行为的调查报告之后，他是8月3日公布的。那这个报告公布之后呢，拜登总统啊以及国会议员接连表示要求库莫辞职啊，要求库莫辞职，包括他的那个纽约市的市长啊，白思豪都是受不了了，说发表一个相关的声明啊，就是说这个库莫其实早就应该辞职了，这是为了我们整个纽约州的这个利益啊。但是对于这个指控，库莫他是不认账的，他就是回应说我跟任何人的互动行为从来没有越过界限，但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界限被重新划到了一个何种程度的范围，还是说，就是对于指控，对于那11位被他性侵的女士的一个指控的话呢，他是不认账的，不认账的啊。那这个副的女州长啊，霍楚将在8月24日接任纽约州的州长。霍楚是1958年8月27日出生的啊，2015年起担任纽约州的副州长。他之前曾是一名律师和立法助理啊。我们知道纽约市呢，以及这个纽约州在美国整个版图当中啊，意味着什么？无论是政治版图还是那个经济版图啊，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知道，纽约市它不但是美国的第一大城市，拥有美国第一大的那个港口啊，而且它还是一个世界级的超级这么样的大都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纽约市它的一举一动，实际上是直接影响着整个世界的经济、金融、媒体、政治、教育、娱乐等等啊，包括这个时尚界啊，以及包括联合国总部在内的世界的很多国际机构和跨国公司，以及这个银行的总部都设在纽约，设在纽约哈，所以说纽约它无论是在一个政治版图上，还是在这个经济金融方面这个版图上，它都是一个
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角色啊。那么，所以说这个今天这个库莫辞职嘛，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利好的消息。我们知道明年啊，纽约的那个也要进行一个这样的换届选举啊，那我们的那个朱利安尼老先生的儿子，会角逐这个纽约市的市，纽约市的市长还是？我忘记了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啊？这个我来查证一下。好的，关于这个消息呢，请文峰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好吗？文峰，你没有开麦。哦，抱歉啊，哦，谢谢吉萨尔，谢谢咱们直播间所有的这个战友，文峰动战友，还有静静的蚂蚁等等啊，就是这个，首先啊，就这个新闻啊，这里边有几个东西咱们那个战友们就是说，咱们再说说啊，就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性侵，它实际上牵扯的是性侵，这个性侵性骚扰，或者说叫性骚扰，这在美国啊，这是很大的事儿，这个像他这个职位。对吧？他有很多机会，实际上就是他有很多女的这种下属雇员，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那是100%发生的这种性骚扰行为，然后被一个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我看他们这个就是司法部的纽约州的司法部长叫做 Letitia James 啊，James 是一个女的，这个司法部长呢。启动了两个这个独立的这个调查员去调查他，然后有很多人证和物证，最后呢把这个事情公布以后呢，其实他这个启动这个调查已经是5个月前的事儿了啊，5个月前的事儿，然后最后是已经形成了实锤，有他的这个很多这个以前他接触的这些雇员，他就这个库姆还曾经就是打击报复了这些雇员，对吧？所以我们从这个案子上我们看有几个东西，第一。就是在美国，性骚扰是一个很大的事儿。第二，就是美国的这个三权分立啊，就是说这个宪法下边就是说，这个立法、行政和这个执法，它是三权分立。这个詹姆士呢，他属于这个司法部的，属于这个执法这条线的。就是说，我们从这件事儿，我们如果对比这个中共国哈，你看中共国的这个。如果是一个这州长，咱们说州长，他这个地位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这个省部级的一个高官，就是省委书记。这个省委书记在中共国，如果是下台，一般情况下是内斗的过程中，由于啊他站错了边儿哈，选错了边儿，然后罪给他加一个什么罪名呢？这个是这个什么双休罪是吧？生活作风腐化，然后这个贪污腐败，一般是这样子的。对吧？他绝对不会在中共国不会出现，是说是因为这个司法部啊，检察院来独立的调查一个省委的一个书记，一个省部级的干部，最后导致他这个下台的。这在中共国是绝无可能的，就是在中共国是没有任何司法独立的，他一切都是党说了算，党这个派系的这个斗争过程当中。然后决定谁死谁活，对吧？但是在美国，我们看这个三权分立制，这个制度之下呢，它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这个司法部的一个部长，他可以单独启动对一个省委书记，就是这个库莫，对他进行调查，最后查出来以后，就是你在中共国这个说这个性骚扰，这都不是事儿，知道吧？所有的就是管天管地，管着你的生殖器，所有的女人都是他们，对他们来讲都是资源，他们可以尽情的这个尽情的可以享用。但是在美国，我说性骚扰这是个大罪啊，因为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以前有个同事，在美国派到美国工作，他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跟一个女的一个这个下属，在一个这个车里边去摸了一下那个女下属的手，结果最后不得了了。最后就是性骚扰，人家就起诉他，你知道吧？所以在美国，这就是这种事儿，就是基本上一打一定赢的。而且他保护这个美国，他是不是很保护这个女性的，就是尊重女性、保护女性啊。所以这个新闻呢，我们就是两个方面可以就是跟大家探讨一下，一个是美国三权分立这个制度的伟大，再一个就是这个性骚扰在美国是属于大事儿来着。
就这儿。嗯，对，嗯，谢谢分享啊。这个库莫啊，一定是证据确凿，然后这个司法系统跟他做了一个暗中的交易啊，所以才那个辞职的。如果按照他对这种权力的那种贪念，他不可能会主动辞职的，因为他的那种政治生涯中，他还是想去问鼎那个总统这个位子的啊。你看他年纪也不是很大，对吧？而且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政客，又是那个纽约州的州长，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位置啊。那我刚刚查证了一下，明年要去竞选纽约州州长的是老朱利安尼先生的儿子安德鲁·朱利安尼啊，他是要竞选，本来是要竞选这个科莫的这个位置，现在科莫提前下台了，那现在继任的是那个女州长。我们知道女州长她是，她到明年她也是要面临这个重新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的，对吧？对，哎，我顺便说一下，就是从这个案子上来看，就是那个马蕊强奸案。马蕊强奸案如果说当时是有实锤的证据，那么他肯定能够告倒郭先生，对不对？就像那对个对，库莫，嗯，你看这个库莫，他都已经是这个叫什么省部级的干部了。一旦这个性骚扰形成这个实锤证据，他就得下台，对不对？面对压力就得下台，面对公众的质疑得下台。那你说那个马蕊强奸案，如果告郭先生，他如果有实锤的证据，那么去美国你打官司就是了嘛。你打官司的话，你有10,000种办法。你如果是违禁不破的话，那郭先生肯定会被美国的这个司法进行那个什么，进行这个一些处置的嘛，结果最后什么呢？你不敢去，对不对？你所有的证据都是造假的证据，是不是？所以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啊放到一起的话，就更能看出来，第一，美国司法这个它相对是比较公正的；第二，我们也看出来，就是在中共国，它没有任何司法独立，一切都是他想给你治罪的时候，他给你编造一堆的这种假证据，然后，对不对？不仅仅是发生在郭先生身上，这发生在任何一个中共国的体制内的人身上，对吧？好的，谢谢分享啊，我们挪到下一个话题啊。8月10日，也就是啊美东时间的今天啊，Real World News 这个网站报道了一篇新闻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说呢，海军陆战队的上将啊，戴维·伯杰啊，伯杰他在电话中啊，谴责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强制给军队接种疫苗的这个法令。伯杰将军在电话中怒斥奥斯汀，说他是一个懦夫，一个叛徒，被那些把糟糕的政策强加给那些为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人所操控啊，说他和他的那个傀儡总统啊没有权利执行这种政策，他的那个海军陆战队不会接种疫苗，而且他甚至在电话中对那个奥斯汀放出一个狠话，说如果你强行给我的每一名，如果你强行给我的海军陆战队员接种疫苗的话，你最好全副武装啊！这真的是放出狠话了啊！这个是伯杰将军办公室的一位消息人士无意中听到了他们之间的一个电话啊，这种对话，然后曝光给这个媒体的。那么现在这个通话已经被这个伯杰将军给证实了啊，证实了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呢，伯杰啊。这个为什么要跟国防部长奥斯汀通这电话呢？是因为拜登总统啊授权这个奥斯汀说要给所有的军队啊，就是说那个海陆空所有的军队部队那些军人啊强制接种疫苗，强制接种疫苗，否则的话你就要上军事法庭或者是被开除啊，就有这种威胁，就是所有的军人。你都必须接种疫苗，不然的话你就会被开除军队，或者是要直接上诉到那个军事法庭，这是非常严格的一个这样规定了。嗯，虽然这个伯杰将军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呢没有这么强横哈，但是开完新闻发布会之后，马上就给那个国防部长奥斯汀打一个电话，放出了一个狠话，说我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员是绝对不会接种疫苗的，如果你要来让我们接种疫苗的话，你最好是全副武装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敢来的话，你就要接受那种被我们攻击的那种准备啊！就是放出那个狠话。然后，请我们理工男文芬来给我们点评一下新闻，好吗？对这个，吉塞尔，就是我们可以从这里边看到，他这个在美国军队内部他是有分歧的，就是对于这个全军打疫苗这件事儿啊，已经就是说摆在这个台面上了。我相信就是他们美国军方啊，他们根据自己的这个
一些情报信息啊，他们也掌握了，就是这个疫病毒的真相，以及跟疫苗有关的一些事情，对吧？那么才会出现像这种，就是这个违背他这个拜登总统和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他们这样的一个行政的命令，要全军打疫苗。实际上，这个疫苗现在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报道，就是对于这个人体的这种伤害，是吧？而且这个疫苗里边的这个，如果是属于真实的啊，还真的有石墨烯，那么将来这个石墨烯到底对人体构成进一步的，是吧？进一步的有什么样的伤害？对人这个有什么样的控制作用？这个东西有很多，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再看一看。不论怎么样，就是这个军队不打疫苗啊，这对美国这是绝对是个好事情，对不对？如果军队打了疫苗以后，那么美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那么如果失去了这个作战能力吧，我们也不是说他立刻就失去作战能力，但是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就是如果因为打了疫苗出现各种这个副作用，或者说他们容易被控制的话，这会出现就是削弱美军在这个全世界的他的这种啊，他这种。因为这美国现在是起着就是保护这个世界的这个秩序，然后维护着世界的这个和平、世界警察的作用，对吧？那是整个世界能够这个稳定运行的一个定海神针，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出来，就是有一些真的是美国有正义的这些将军们，他们站出来反对打疫苗啊。这个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军方的高层能够出来制止这个事情。好的，吉赛尔。对，这个给自己的军队注射疫苗，绝对是一种那个自残、自毁长城的这么一个行为哈。你想，你如果所有的军队丧失了那个战斗力之后，你这个国家会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当中，真的是不可想象。到那个时候，那个黑命贵那种就可以上街横行了啊，什么共产国际啊、白左啊，各种骚乱，你都没有力量去对抗它，因为你所有的军人已经被你自己给搞残了，就是说。你想搞残美国，就是让美国人自己动手，自己搞残自己，所以这个也是黑暗势力一对，个非常邪恶的地方。他就是借助这种拜登用他行政命令，然后去给那个国防部长下令，然后自己给自己搞残呢，这非常恐怖的。还有一个是，这个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呢，这个疫苗的确是不安全的，而且是非常毒副作用，那个。致死率蛮高的哈，你想伯爵将军他处的那个位置，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信息，对吧？你如果知道这个信息，还要给你的军队执行这种命令的话，那就是把自己的士兵送上一个这样的刑场，对吧？你跟那种就是说处决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对吧？只不过是你处决是就是同一时间一起给处决了，那你给他们打疫苗之后，等于就是判他们一个死刑，死刑死缓，对吧？缓期3年或者缓期5年执行而已。所以你真一个真正的爱自己的军队、爱自己的国家的人，他是干不出这种邪恶的事情的。但是可能像拜登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他们，他就能干出这种事情啊。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之前那个莫里森，澳洲的莫里森也是给自己的军队啊，就是海军。打那个疫苗，最后他们那海军的一个将领啊，住进了一个重症的一个什么监护室啊，后来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传出来了，就是不了了之，新闻肯定也是被封锁了。我估计那一批接种疫苗的那个海军啊，那种，它的那个毒副作用啊，是可能成了已经成为一个军事机密了，就是不会被我们所那个探知的那种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伯爵将军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啊，他特别有。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才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代表。像，就是他能够，就是不为当前的形势啊所逼迫，就是不为权贵，就是选择站在他的正义和良知和常识的一边。在去年那个美国大选期间嘛，当时是，大选那个结果出来之后，那今年的2月10。对，不是今年的1月14日，我记得啊，1月14日那个佩洛西嘛，就给伯爵将军打电话说，哎，能不能给我派5000兵力来，就是说在那个1月20日，拜登总统就职典礼上来保护我们呢？然后这个被那个伯爵将军给毫不客气的给拒绝了。他当时怎么说的？说特别强硬，就像跟那个
奥斯汀说话一样，你如果敢来给我们士兵打疫苗，你最好全副武装来啊，就是放出这种狠话。但是佩洛西也是说，哎，你给我出5000那个兵力来嘛。然后那个伯坚就说，你已经有很多人了，就包括那个什么国防军，都已经15000人了，为什么还需要我的那个呢？然后他说，跟那个佩洛西说，我只是向那个川普总统负责任的啊。据我了解啊，川普总统仍然。目前仍然是总统，而且是三军总司令。我遵守宪法，而不是说要遵守你对宪法的这个解释啊，就是我毫不客气的拒绝了那个佩洛西。然后佩洛西就是哎呦，就又想跟他说啊，说，国民警卫队这个警卫战士15000兵力，可能还不足以击溃一支什么疯狂的川普的什么什么军队啊，就是说你这个海军陆战队嘛，经过一个。刻苦的训练啊，因为是特殊训练嘛，他本来就是说你要搞那种抢滩攻击战的那种啊，就作战能力也挺厉害的那种啊，就是我们需要你，你们很是一个什么凶狠的豺狼之类之类的。然后伯爵将军又说，部署海军陆战队的唯一方法是，必须要由川普总统亲自下令了，就是如果你希望我们帮助你打击川普总统的支持者的话呢，你最好是直接给那个川普总统打电话啊，并且告诉他，如果那个川普总统命令我这样做的话呢，我就会执行他的命令，否则的话呢，他说那个佩洛西哈，他说否则我建议您认真听一听，从你那裂开的有毒的嘴唇里说出的话语，他们等同于叛国，他们等同于叛国，你说，所以这个人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他还是蛮有远见的，蛮有远见的，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海军陆战队呀、啊，它的目的就是说，就是你这个海军陆战队，就是其实就是进行从海上从海上到陆地的那种，两栖的抢滩攻击战嘛，对吧？夺岛战争啊，抢滩战争、登陆战，几十年呢，它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常规的训练的。那么为了应对中共发起的这一次超限战啊，这个伯杰将军他是有战略眼光的，他就是在，今年的4月份在那个《华盛顿邮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啊，说为了应对在未来与中共的一个潜在的冲突当中呢，就是要提出一个这个伯杰将军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啊，侦察和反侦察行动，反侦察和反侦察行动这个战略嘛，其实就是颠覆了。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这样的几十年以来的一个传统的使命嘛，而且他还在文章当中，概述了海军陆战队的新任务呢，就是包括对中共军队的一个侦察和反侦察的任务，以及在，以及这个中共他在近海的进行的一些活动，就像上次的那个他们开着那个什么潜艇出来秀肌肉的那一次嘛，对吧？就侦察就是一个对敌的一个这样行动。反侦察呢，就是说阻止中共他对美国部队的一个这样的攻击和这种侦察活动嘛，所以这个人他是蛮有意思的，好的，文芬。我对于他就这个伯叫伯杰是吧？是伯杰将军吧？伯爵将没军，有，对。对对对，我记得你就刚才你讲的，就是当时他的态度非常强硬，对于那个佩洛西的当时的一个请求，那么这一次他也是非常强硬的，就是美国这边啊，就是他跟这个中共国的这个军队啊，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的军队啊，他是不效忠于个人的。在中共国里边，你们看的就是在大家从这个历史上来看，他这个军队，他实际上也是内部的这种被蓝金黄以后，比如说你看这个毛泽东那时候，他这个掌控军队，像你大家都知道，像许世友啊是吧？这种都是听他个人的，他不会听这个，他甚至不存在说听这个党的，你知道吧？他就是听某一些个人、某一些极少数的这个利益集团的，对吧？这就是说。中共的军队跟这个美国的军队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美国军队是效忠于国家啊，他不效忠于个人。你佩洛西，你想调兵是调不动的，对不对？然后你这个像拜登总统也不是说随时能够调兵的，他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一些，比如说他对外的战争，他有时候他需要通过立法，对吧？他对外的宣战，他整个是要走程序的，对吧？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看到，就是。
更进一步的说明美国的这个伟大，就是这种三权分立，包括这军队是不干涉这个国内事务，军队这个对外，对不对？像这种体制，这种体制恰恰是我们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种，哎，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方面，嗯。你知道吗？其实通过这个事件可以看得出来啊，拜登总统他其实在向中共学习，在我们中共国是那个党指挥枪的，对吧？所以拜登总统他通过这一次强制接种疫苗，就间接的透过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然后给这些军队施压嘛。你要是不接种疫苗的话，就有可能被开除，甚至上了一个军事法庭，这多大一个罪，对吧？那你作为对。那些军官啊和那些士兵来讲啊。就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啊，对吧？这就会产生一些这样的，就说对抗在里边。那么你从这种过去的那种军人要服从的这么一个常规的那种思维来讲的话，你就必须去接种疫苗，对吧？但是你的现实那些常识和一些这样的数据，包括那些情报又告诉你这个疫苗是绝对不能接种的哈，就是一个自毁长城的这么一个做法啊。我们有战友啊，卢卡斯他在留言区说呢，说这个拜登让国防部长下令接种疫苗，用意何在啊？背后势力是谁？是不是有共匪的影子，或者是共匪的沼泽地的影响啊？这个拜登有强大的一个情报资源，不可能不了解疫苗的危害。一旦美国军队失去战斗力，毫无疑问，共匪会大喜过望啊！是不是可以进攻台湾，甚至美军，登陆那个美国？为什么要自负武功？这个是有意思，对，所以对说的非常好，谢谢这位战友。是这样子，我个人感觉这不是一起那个寻常的行为。我们知道，目前这个时期哈非常重要啊，美国现在是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这么一个阶段啊。一方面，病毒肆虐，然后疫苗在那个合法的大摇大摆的公开的杀人啊。另外一方面是真实的声音被压制了，你这个有效的那个药物，便宜的有效的解药没有办法被推广，还在是处在一个这样的角力当中，邪恶的科学家还在那大摇大摆坐在那里哈，然后这些政客利用手里的权势在那个合法的大规模的杀人，甚至把主意打到了那些孩子的身上，现在又打到军队的身上，下一步肯定是要警察嘛，那个什么军警特线，你要自废武功。就废彻底一点嘛，你这个军警特线人员，就是全部废掉了之后，等于就是缴械投降了。那你投降是向谁投降呢？就是向那些黑暗的，想让那个大重置进展下去的那种黑暗势力投降嘛。到最后就是你这个美国已经没有办法起来反抗了。那他的那个，当那个地球村的村长啊，地球的酋长那种愿望才有可能实现嘛。就整个。全球搞了一种共产主义，那美国那个军队肯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嘛。所以首先让你这个美国军队全部接种了啊，你到时候想反抗你都没有力气反抗了，反正就是一个，什么，美国病夫哈，就是，全是那个没有战斗，失去战斗力的这么一个，群体了。到时候，而且你因为接种疫苗造成的那种庞大的那个。病患基数啊，会把整个美国医疗系统都会崩溃了。你不会，就是你过去在那个一战、二战当中，那些伤残啊，它是有限的哈，就你不可能一下子让多少多少几千万人给这个伤残，对吧？你打战争是持续很多年的，那如果是这个疫苗的话，它就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啊，让你几千万的那种士兵给患上那种疾病，然后。到时候你这个美国根本就没有办法应对，你的医疗系统没办法应对，你的经济金融，各方面哈，就是整个社会秩序都会崩溃坏啊。到时候那些黑命贵大摇大摆的占领了这个白宫，然后宣布社会主义美利坚从此成立了哈，这完全也是有可能的一个这样的事情啊，并不是那种，这个绝对不是电影，也不是小说，这就是现实啊，黑暗现实。对，就是这其次儿，就是这个疫苗啊，还有病毒疫苗这件事儿呢，就是说，实际上，战友们都是有感觉的，就是他给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社会提供了一个理由，就是让他们开始慢慢的走向集权，对不对？你像以前在这个正常的这个时候，是不可能说
说有一个这个一个行政命令，要求这个所有的军队要打这个疫苗的，不管是什么疫苗，对不对？咱不说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这个新冠疫苗，就是任何一个流感疫苗都不存在说这个总统要求全部打这个疫苗。但是这个 CCP 制造这个病毒呢，给不仅仅是给美国，也给这个法国、澳大利亚、英国这些被他们蓝金黄的这些政客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理由，就是什么？在慢慢的走向集权。这个走向集权实际上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下一步就是中共他还有一个大计划。我想明天我们在那个联盟的那个节目上，我们会把这个事儿再说一说。就是他们要炒了一个这种，就是后续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数字化啊，全球的数字化，我们个人的所有的信息的数字化，它要有铺垫的。它这个疫苗和病毒啊，它就是恰恰是为那个事儿来做准备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能看到一系列的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他们大计划里边的一部分啊。哎，所以我们就是不奇怪，就是说。这个现在出来这些个命令，知道吧？这背后都是有他们这个蓝金黄的这种啊，蓝金黄以后就是实际上都在配合着朝一个方向去走。好了，就这样。好的，谢谢汪峰。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啊。我们来解读一下郭先生发表的一个最新的概文啊。那么这个概文呢，信息量特别特别大啊。那在这个概特当中呢，郭先生说，战友越来越进入状态了。明天早上9点左右开始呢，大约4到6个小时的大直播啊，主要是谈一下 G Club 和 G Fashion 啊。那么 G Fashion 呢，不仅限于衣饰着装啊，它的特色是时尚创新。资源整合将涉及人类生存的航空、船舶、生物医药、汽车、食品及工业制造等等啊，同时囊括国家管理及军事安防力量等这些领域哈，是充分利用全球科技创新，满足社会生存品质、时尚高端需求的整合优势，形成订单式管理服务，生产全产业链的虚拟世界工厂。从那个策划设计、选材、生产工艺、物流、政治制度、管理及服务等啊，每一个细节呢，实现全球科技创新遴选、飞机大炮、国家防卫、衣食住行、全球优质，应有尽有啊，且物美价廉，超值享有啊，其本身产生巨大良性循环商业增值，新型商业模式和科技购买创新。将成为引领并实现新中国联邦的新工业文明时代。那么，G Club 呢，是信仰认同、价值认同的国家机制的一个形成，是跨越全球和平友好并获得世界国际认同的新中国联邦身份的彰显啊。G Club 和 G Fashion 的优质资源并购将形成低成本跨越全球的主权国家概念。G Club 会员呢，增加为 G Fashion 提供忠实的市场需求。G Fashion 整合世界工厂满足需求，供血与造血，互补功能强大，打造新中国联邦新型政治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新时尚啊！G Club 和 G Fashion 是 G 系列全产业生态链中两颗璀璨的明珠啊！这是郭先生今天的概特，信息量很大啊！首先我们请文峰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好吗？对，我看到这个，就是我看到这个郭先生这个概文呢，说实在，我都是觉得非常的这个心情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就是有一些以前的没想明白的东西，在这个概文的引导之下，也突然觉得一下子有点豁然开朗了。我记得以前郭先生在那个直播里边讲到，就是这个 G 系列啊，包括 GTV、G Fashion 这个，还有 G Clubs 这些加一起啊。它能够这个产生百万级的这个工作机会。当时我，你当时你知道我听了这个，我就一头雾水。我相信很多战友当时听了以后也是一头雾水，怎么说 G 系列会产生这个百万级的这个百万个工作的这个机会呢？在哪儿呢？对不对？大家肯定会这么问，对不对？那么呢，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呢，我们就是。还是我们很多战友，就是说，包括我自己，大家停留的这个还是一个什么层面呢？停留在就是说，把它看作一个纯商业的项目，
对吧？把 G 系列的这个G Class、G Fashion 看作一个纯商业的项目，包括比如说我们理解的可能 G Fashion 仅仅是一个时尚的啊高端的一个时尚，然后是一个电商的平台。G Class 我们理解的更多的可能就是啊是一个这个会员的这种功能，对不对？是吧？买东西能打折，对不对？所以说，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就是说我们能够像郭先生他有他这样的这种经历，30年的这种商业的成功，还有30年积累的这种信用，以及呢他的这个经历，他是与他的个人的这个经历啊，你看他是与这个世界的这个沼泽地在一起的，他是与这个国王这种每个这种各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在一起的。包括他原来在这个中共国的时候，他是跟习近平这种喝过酒，哎，随时可以去，就是可以经常去这个邓小平家、胡锦涛家，他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生的这种啊经历。所以那你现在就在想，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怎么想，就是这个郭先生他是站在什么样的就是高度，他去建设和这个就是设想和这个构建 G 系列。我们必须要朝这个方向去思考，那么慢慢的从这个就是说，郭先生这个最新的这个概文呢，我们哦可能有一点思路了，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说，在今天过几个小时以后听这个直播的时候呢，我们还带着一些问题，对，就比如说郭先生他是对吧，是如何站在这个一个这个世界的这个高度，一个主权国家的高度，他去设计这个 G 系列的，对不对？去设计这个 G 系列，那有几个东西我们要想的，就是中共国现在如果突然闭关锁国了，那么呢，因为中共国它是世界的工厂，对不对？它是世界的工厂，那么这个一旦闭关锁国，那跟世界的这个很多企业的这个代工啊，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跟 IBM 的、跟苹果公司的这些代工，是不是都意味着都要停掉了，对不对？它闭关锁国了，对不对？那么他很多很多东西他也不接了，他也不接你的单了，对吧？他也不会再把商品运出去了，他的人员也不会在那个去这个这个其他这个其他国家也不允许你进来了，就是回到了那个北朝鲜模式。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真空谁来填补？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产能啊，对吧？大多数啊都集中在这个中国。咱举个例子，比如说医疗的这个 PPE，就是这个防护设备这些东西。在英国，80%-90%是要靠中共国来那个生产制造的。即使在美国，现在也有70%的是靠中共国那个来供应的。那么这个中共国如一旦闭关锁国以后，那么谁来帮美国人生产这些东西，是吧？那就牵扯到全球这个供应链这个整个格局的这种大变革。所以，郭先生他是站在这个层面，包括 CCP 就是灭亡以后。这个大的这种啊，全球的这种加工供应这种格局的变化，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能就会稍微理解一下，哇，原来这个 G fashion 它可不是说只做一些衣服，对不对？它是要把这个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还有这个工业4.0，就是很你看现在这个工业4.0讲的最多是什么？就是很多是用机是用这个什么？很多是用这个机器人在制造，对不对？叫 robotics，对吧？那么德国在这方面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德国呢，在这个5G 方面它又比较落后的，所以 G fashion 它不仅仅是在这个人工智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它要在 5G 方面它也会有很多。记得郭先生是不是讲过？哎，这个将来我们在 5G 领域要怎么样，要有很多创新，对不对？在以前在直播中讲过的。所以，当把这些东西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哦，原来这个 G fashion 可不仅仅是说啊，给大家做几件衣服，创新一下，搞几件衣服，完全不是的，它是要填补那个真空，就是共党灭亡以后，或者共党闭关锁国以后，一个巨大的真空。那么这个时候，新中国联邦它怎么样把这个资源整合起来，怎么样把这个创新能力，对吧，给它整合起来。然后继续能够服务于这个很多是个世界级的企业，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一点，
是我们要看到的，就这儿。是的啊，郭先生他概文当中最后一段其实最能够说明问题啊。他说，一个打造新中国联邦新型政治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新时尚啊，其实就像那个文峰刚刚分析的那一样，这个全球的这种产业链因为灭共之后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这个你不只是说中共倒台，那么你包括美国、欧洲那些国家都全面要去共嘛，去共化之后嘛，去共化之后的话呢，你就面临着一个所有的资源的一个重新的整合，那么你这个站在一个全球的高度的话，那就需要一个这样的系统，一个这样的，你要先把这个架子给搭好之后，才能够承接将来的那种整合，比如说你这个基时尚哈，就是说 G-Fashion 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唯一，也不是说最后一个，它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啊。那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呢？都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哈。那G-Fashion 和 G Club 呢？郭先生也说了，是全球的生态链中两颗璀璨的明珠嘛，对吧？那其实这个 G-Fashion 呢，它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呢，它的定位啊，它就是一个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啊，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可以这么说。它既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就是说打破过去的那种旧的游戏规则，然后创作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是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一个地球的一个这样的新的游戏规则，这是一个。那么 G-Fashion 呢，它既是一场革命啊，同时，也是一场，它不但是一场那个时尚的革命，同时也是一场那个财富的革命嘛。就是，你这个全球经济在没有共产党之后，然后那个泡沫给破灭之后，你要回归到一个实体经济，对吧？因为很多这种，它那种什么金融啊、杠杆啊，它是不创造价值的，它就是趴在那种实体经济上面吸血。敲骨吸髓啊，其实对那种实体经济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啊。那经过这场革命之后，我们要回归到这种实体经济，然后这个改变整个这样的游戏规则，这就是这个整个基系列它搭建的一个这样的大前提。那么基系列搭建之后啊，没有共产党之后啊，就是我们就将彻底的改变嘛，过去有这种财阀呀，然后精英啊控制的遍及全球的无处不在的那种经济贸易垄断的机制，对吧？彻底改变那些靠剥削、欺骗、压榨工薪阶层和那些底层的劳工的那种血汗的机制，不但要将那种民众的这创造的财富还给人民了，而且呢还要将这种自由，将自由，将他的那个创造力，将他的那种创新能力啊，还给人民。我知道，在那个你只有那种自由的土壤，你的思想自由的，言论是自由的，你生长的环境是自由的，才能够让所有的民众散发出，就是激发出空前的那种创新能力。那这种创新能力，它毫无疑问，它对推动整个工业文明的进步，它是非常的有那个意义的，甚至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对吧？都是有那种推动力的。所以说呢，这个 G-Fashion 呢，它不只是时尚啊，它的意义其实是远超时尚的。可以说，G-Fashion 我们这个整个 G 系列是一个自由的引领者啊。那通过我们这个 G 系列呢，我们也会告诉全世界，这个是我们平民啊，是无数的这种平民，他在每天在创造财富啊，而不是那些贪婪的、无耻的那些政客啊、媒体啊、税务机构啊、金融巨头等等，对吧？我们这些民众啊。很多都是每天辛辛苦苦的，朝九晚五，上上班，那终其一生啊，就是最多是混个中产阶级，一辈子用一辈子，可能最后临死前的几天还清了一个贷款，对吧？所以这些民众他一辈子他都是在那个温饱线上挣扎啊，很多人现在还有几亿人，十几亿人处在那个贫困线之内啊，那所以这很不公平，你知道吗？这些政客、媒体啊，他们伙同华尔街的那些大鳄，动动嘴巴，他就可以把这些平民的一生的财富给洗劫一空，对吧？通过那个什么，股票啊，通过那些金融啊、陷阱啊，等等，就反正他们都是勾结一气的嘛。所以这非常非常的不公平，这种游戏规则是绝对不能再玩下去了。所以说，就在这儿，对，就在这儿，打断你一下，就是说，你看啊，就是说，
郭先生他在灭共的过程中，他和这个美国的沼泽地、世界的沼泽地，他们是要一起商量怎么灭共，对不对？啊，这里边就是郭先生他要回答几个问题，我记得以前郭先生讲过的，就是这沼泽地如果问郭先生说，我们大量的产能都在中共国，你现在跟我说要灭共，灭共这个过程中。对我们的冲击，你怎么减少？你拿什么东西来保证，对不对？而且你看这个，最近就是郭先生前面有个概文讲了一句什么话？中共内部下了决定，做了决定，要把越南和印度打倒。这一次利用新病毒把它打倒，把印度和越南这两个国家进行打倒，这意味着什么？在整个这个灭共的过程中，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些大企业，我们就不说别的，包括这个三星啊，包括韩国的，你看他们的产能转移，就是从中共国撤出的时候，他是不是都全部撤到自己的本国了？不是，他们优选的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越南，一个是印度，因为这些，还有哪个？你说？还有一个印尼，啊，印尼。印尼也是，对，印尼这次也是被中共投放病毒了，你知道吗？那啊，个情况是跟印度一模一样，因为好，印尼的人口的基数，它是在全球排那个，好像是排第三，啊，好，中国，我们加上这排个第四，越南、印尼和印度。那么越南呢，因为就是离中共国这是非常近的，对吧？非常近。我们知道三星呢已经有这个就是大概这个小1000亿的这个产值，1000亿美元的产值已经转到越南了。那么这时候中共把这几个国家给打倒以后，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意味着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链转移会受到影响，包括现有的这个供应也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时候郭先生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怎么样减少这个冲击？然后你看这一前一后，就是在那个东西出来之后，然后郭先生说大家都没有这个把这个 G Club G Fashion 能够，甚至大家讲的都是不着边了。所以你看，就是说他就得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沼泽地就会他你不能说他不跟你谈什么正义的，对不对？你跟沼泽地这些家族谈什么正义？人家的这个几千亿、上万亿美元的这个利益在中国，你怎么样保证它平滑能够过渡？这个是我们新中国联邦就是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郭先生他站到那个角度，他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现在，OK，G-Fashion 原来它承接的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这个工厂，就中共国的崩塌，那么新中国联邦要有能力要承接起来，啊，G-Star，是的，他就中共他为什么要跟对，你只有把这个别人的后顾之忧给他解决了。他才能跟你铁了心一起去灭共啊！就这些沼泽地啊，对吧？中共为什么要给那个印度啊、印尼啊、越南啊这些国家？越南它是操控的比较厉害哈，所以说目前没有那种大规模的那种死伤的报告出来啊。那印度和这个印尼是。比较惨的，被他们放毒也是，我们知道印度每天感染，当时每天感染是最高都达到了40多万了，对吧？印尼当时情况也是一样，5万啊，那些那个，就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有廉价的劳工嘛，它是一个能够承接所有的产能转移的，所以中共要把他们的这些沼泽地的后路给断了嘛，对吧？你要转移的话，我就把这些国家给毒翻了，你没有地方转移了，你最后还是得到。我们国家来还是得跟我们这个10亿人口红利来谈生意，对吧？得跟中这是共勾他，兑，要跟中共国勾兑。你看这个，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放到一起去考虑的时候，就中共啊，一方面通过放毒进一步的打垮西方的经济，另一方面呢，也把刚才吉三你说的，把他们这个产能转移的后路给它断掉。那么到最后来，你这个西方这些沼泽地只能跪下来跟中共合作，跟中共勾兑。而且它这个病毒呢，它是人为可以控制的，它可以调的，它可以让它这个高一点低一点，对不对？然后他们又有解药，对吧？中共又有解药，这种博弈下去，最后就是什么呢？最后就是说都得给他跪下，对不对？都得给中共跪下。这个时候就是郭先生他。
考虑的，就是我们可以大家就是说今天听这个过几个小时听郭先生的这个大直播，也可以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郭先生他是不是在考虑，对吧？这个 G Fashion G Club 的整个的这个定位，对吧？他要承接着与这个世界沼泽地的这种勾兑，要帮他们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怎么义无反顾的，就是坚决灭共。这个角度是我们要带着这是的，个一些问题去听直播的。是的，必须先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嘛，这些人才会心甘情愿铁了的，心，对。跟我们合作，对吧？毕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这样的全球贸易，其实这些财阀呀，然后那沼泽地呀，它在中国它都有巨大的一个这样的，最大的。利益前期投入之类的在里边，他们也不希望中共垮台之后，自己血本无归嘛。那你如果，对。对你如果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你只能跟新中国联邦合作，对吧？新中国联邦就是在这个政权平稳过渡之后啊，就是大家在那种没有共产党的一个新的世界里的话呢，要重新的来规划一下，就是可能要真的是要改变游戏规则。我个人想的，就可能你这个经济泡沫是你这个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这另说哈。这个泡沫肯定是要逐渐的，你这个要消化掉嘛？你这种，比这印钞票的那种方式，这恶性竞争，对吧？你美国拼命印钞票，日本也拼命印那个，中共国也拼命印，对吧？大家都拼命印钞票，其实受伤的还是些老百姓，对吧？老百姓他没有从中间得到一些利益的话，他觉得没有这个发展前途的话，他就会躺平。就像日本嘛，日本他为什么他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一个，GDP 负增长，经济也很萧条，然后这个老百姓也不愿意生育，少子化，还有那个躺平文化比较流行，佛系文化比较流行，那个老龄化也比较严重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日本嘛，它不是一个独裁国家，它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国家。你其实说中共国是权贵资本主义是错的啊，中共国是一个权贵独裁主义。像这种日本、韩国、新加坡才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就是说你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是被那几个家族和财团在控制的，这样才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那像日本，它就是一个例子，它这种模式已经玩不下去了，因为年轻人他没有上升的通道，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拼搏，你也不可能当那个总统，你也不可能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多大财团，你永远都只能是给这些财团打打工而已，给那些那些政治家族当当那个什么跑腿而已啊。就是说你没有上升通道，而且日本它那个阶层固化特别严重，就算那个公司里啊也是论资排辈的啊，那个年轻人他就干脆他就躺平了，对吧？我不结婚不生育，我不就 OK 了，对吧？我减少自己的欲望嘛。那你如果整个社会都这样的话，那大家全躺平了，所以这种游戏规则是玩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要重新来修改一个游戏规则，就是回归到一个平民主义，让平民成为一个国家的主人哈，让平民有那个财富的支配权、话语权。这样的话，你才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创新能力，对吧？你如果民众失去了那种创造力、创新能力的话，那你整个社会，整个地球，那你这个工业文明也好，政治文明也好，你都不会进步了，就大家都躺平了，对吧？就陷入到日本的这个困局当中，你说呢，文芬？是的，就是，咱们肯定不是要学习日本的模式啊。日本他们这个叫中等收入的陷阱，这么多年都没有走出来。那么，咱回到就是郭先生的概文里边讲到了啊，这几句话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就是叫做低成本跨越全球的主权国家的概念啊，低成本跨越全球。那么这个呢，和中共国它形成什么样的对比？中共国是低成本的奴隶啊，你知道吗？中共国的低成本是靠什么来形成的？这个是就是新中国联邦 G Fashion G Club 与中共国根本的区别，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听暴力革命啊这些节目，大家都知道了，中共国是建立在
这个全民的这种奴隶的这个奴工的方式，它保证了它的低成本，同时它不从来不考虑什么环保啊这些东西，从来不考虑的，所以才造成了中共国什么都有毒，水有毒，食品有毒等等，空气都有毒，对不对？那是因为它的模式来决定的，它是在专制集权的这种体制之下造就的一种畸形的一种低成本的这个模式。那么对应的就是郭先生提出来的是什么呢？新中国联邦它要实现的叫低成本跨越全球的主权国家，而且这里边是什么呢？对吧？除了低成本之外，它要通过资源的整合和模式的创新，它不需要这种像中共的那种，也不会采用中共的那种奴隶的这个农工的这个方式，它用的是什么呢？而且是真材实料，是吧？环保。对吧？新材料用的是这种模式来实现的，这个就是回答了，其实要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这些沼泽地他们提出的这种他们的这种忧虑，他们的顾虑，对吧？你把共产党灭了，我这个没有谁来给我这个继续能够提供这个低成本的这个产品了，那他们肯定是有顾虑的嘛，对不对？现在新中国联邦有能力承接，对吧？有能力承接，而且啊，这个 G Club。你看嘛，G Club，你加入了 G Club，对吧？这种信用的这种体系，然后能够享受最低成本的这个产品，最低成本的这种加工，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能理解，就是这个 G Club 的它的概念，它 G Club 它是把全球的这个沼泽地啊，因为沼泽地它是有企业的，这美国你看这个沼泽地控制了美国多少个企业？多大的这个 GDP 在里边儿，这些都加入 G Club 以后，是吧？那么这个需求在这儿，然后通过 G Fishing 这个大的这种就是叫做低成本跨越全球的这样一个就是加工一个加工能力，满足全世界沼泽地的这种需求。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说我看了这个郭先生他这个概论啊，就至少啊，我会带着这么多问题。我今天会准备，就是在听他的直播当中，我会从这些问题上，去更好的理解，就是郭先生他这个战略，这个 G Fishing G Club 的这种大战略，这个已经是完全就是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了，哎，而且正是因为这样子，对吧？他才能够产生百万级的那个工作的机会，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战友，真的大家都要准备好了，真的准备好自己，随时准备好，以自己的技能去加入这个庞大的这个 G 系列的这种大的这种构建当中啊。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上说这个事儿，对吧？大家不要觉得这是只是一个构想而已，就比如说。放在这个2017年，当郭先生去讲这个整个的这个，他对这个媒体的规划，自媒体的规划是吧？社交媒体盖特这个 GTV，还有 G News，那个时候他提出那个概念用了4年，怎么样？现在都实现了吧？那么盖特现在已经有超过170万的用户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不对？那么 GTV 现在已经是吧？已经估值。这已经是近1000亿美元，对不对？我们的 G News 现在也是，现在连共产党那个什么村委会的这些巡逻员都会说，哎，你这个不要，你拍了以后不要上那个，不要上传到 GTV 啊，也不要上传到 G News，它是非常的，就是在中国这个体制之内，是很多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些，知道了 G News、GTV、G 系列，所以4年以前郭先生的构想到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那么郭先生现在，提出了这种大的这种 G Fishing G Club 的这种国家级的世界层面的这种构想，那么如果你再过几年的时候你再看，对不对？你就会发现又是一个个的给你实现了，对吧？就这样。我们的听众哈、啊，被解救的肖恩说的很好。七哥说过，不勾兑的，要不要灭共是沼泽地自己的选择。如何制造必须灭共的大势，才是七哥早就规划和正在努力的哈、啊。对，谢谢被解救的肖恩。对，啊，是这样，这个沼泽地他要是不灭共的话，他自己也活不好啊。你说你对呀，
沼泽地你也要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这样的人，对吧？你也要融入社会，你也要跟周围的这种人产生一个这样的联系，对吧？因为我们每个人他不是一个个体，他都是一个社会人。如果你的这个社会任由中共再这样的祸害下去的话，那你整个全球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祸害型的一个社会，对吧？对于他们来讲也是没有。这个选择的，对你如果进入了这个祸害型的社会的话，那他个人的一个人身财产、生命安全的话，也是得不到一个保障的。你虽然，如果你有钱的话，有权，你能请得起一堆保镖，但你总有落单的时候，对吧？而且这个，要是真的有一些这样的人瞄上你的话，这个劫难也是随时可以降临的，所以。不要说，就是不要永远不要漠视别人的苦难啊！因为你今天不去解决别人的苦难，趁你有能力，有这个力量去解决的时候，那这个劫难迟早会回报到你自己身上。因为从这次病毒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对吧？就是他们这些所谓的沼泽地放任中共啊壮大这么多年，跟他们勾兑做生意呀，赚取利润。到今天来讲啊，我相信他们中很多人也有可能。就是，甚至有的家族、有的人也接种了疫苗啊。你说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切实的一个迫在眉睫的这么一个劫难了。你说是不是，文森？你觉得他们中间有没有人注射疫苗，对吧？很可能啊，对。他们中间应该很多人不会注册疫苗啊，包括美国的这个很多这个政府的人不会注册疫苗，因为他们知道这整个的这个计划。你比如说那个福奇，你说福奇他口口声声让别人打疫苗，他自己会打吗？他自己不会打的，对不对？你包括那个拜登总统，他会打疫苗吗？他也不会打疫苗的，因为他们这些人知道这些是怎么回事，他们会打的，沼泽地更不会打。但是我提醒你文峰啊，我提醒你文峰，像福奇和拜登他们只是台面上的一些人物哈。对。那你想，你如果要取得这个地球的控制权，你会容忍那些沼泽地的存在吗？我把他们打着以疫苗的那个机会把他们给干了，我把他那个什么直接撸过来不更好吗？这不就是中共的那种做法吗？对吧？打土豪分田地呀，你觉得他们不会这么做吗？你觉得福奇这些人不会做吗？你觉得他们是忠于哪个沼泽地的吗？我个人比较怀疑这一点啊。他们会做，但是就是说。沼泽地首先，这些能称为沼泽地的这些人都是有自己的情报体系的。结果比如说，你看郭先生他自己那么大的这个在国外那么大的业务，他也有自己的这个情报体系的。就整个爆料革命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情报体系，郭先生也讲过，他独一无二的情报体系在共产就是从共产党内部能拿到这个绝密信息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新中国联邦与世界上其他的沼泽地、其他的国家去谈判的一个筹码，对吧？这就是昨天吧，昨天郭先生还是前天直播里边也讲，随便说一说那个海底的那些中共的那些军事的这种设施都能够救小救日本呐、啊，都能够救日本。那么这些信息只有爆料革命它有。别的，他国家级的情报能力，他都不一定拿到，他都不一定有。那但是呢，沼泽地能成为沼泽地的，你比如说摩根家族啊，你还有比如说你像那个这个罗斯柴尔德这些家族啊，对吧？包括其他的一些犹太的人的，他们有自己的情报能力的，他们知道这个疫苗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儿。所以我呢就我更倾向于就是说，咱们这个人观点倾向于他们不会打疫苗。但是他们呢？你说他们要不要灭共呢？当这些共产党的这些要决定他们生死的时候，对不对？他们也会灭共。但是灭共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说要把 G-Fashion G-Club 打造成这样一个，就是一个这种国家级的这种制造能力，是吧？国家级的这种商业的这种能力，那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因为沼泽地这些人他是有极大的顾虑，极大的顾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从2019年到现在啊。为什么香港的这个事情上，美国没怎么表态，对不对？哎，为什么到现在这个病毒的事情上，美国人现在还没有到了那个火候，全世界都没到，就是因为这些个东西在中共手里捏着，啊，尤其是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供应链被中共给捏着。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跟别人谈，你就是要一定要急别人这个忧虑的地方，对吧？忧别人之忧，急别人所急，然后让他们跟你一起去灭共，去坚决的灭共。所以这个时候就我记得就是郭先生讲过，就是说 G 系列要成为一个什么呢？要成为一个与沼泽地进行勾兑的。大家如果回看以前郭先生讲 G 系列的时候。G 系列要成为与沼泽地谈判的一个勾兑的一个筹码，要有这种能力。刚说这了种不勾对，兑，这种能力呢，这种能力绝对不是说一个电商平台，也绝对不是说啊，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卖卖这个豪华的这种什么奢侈品是吧？这个西装啊，或者绝对不可能的嘛，对不对？那么它是什么？它就是咱们在郭先生概文里边。现在慢慢能够体会到一些意思了，它是一个类似于甚至比中共国现有的这个制造能力还强的一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由于新中国联邦的这种特殊性，对吧？它又是跨越全球的，对不对？它怎么实现呢？它是通过就是郭先生这种超强的这种商业运作能力能够实现的。对，不记得郭先生是不是说要做一系列的并购？一系列的并购，各个国家一系列的并购，它并购以后来做什么，对不对？就是要实现这些，对吧？而这些东西你想想，那才是真正就是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苹果公司，对不对？苹果公司那个产品以后在哪儿生产，它要考虑吧？还有那个很多很多美国军方的产品，美国的那个 F-35 战斗机很多电路板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对不对？但中共国还有个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它在低成本的同时，它在偷别人的技术。对吧？它里边留了很多这个，就是在这个计算机产品啊、高科技产品里边，它装了很多后门，它不停的在偷别人的技术。这个就是新中国联邦这个 G Club 要解决的。G Club 它是一个全球的信用体系，就是你只要是跟 G Club 这个有关的，你就放心吧，对不对？首先我真材实料，我不会给你随便的，对不对？给你说。这个加价什么的，对不对？我就是赚取我应得的这个利润，这第一。第二，信用体系，我不会偷盗你的技术啊，对吧？新中国联邦的这个 G Club、G Fighting 这个大平台，它不会说把你 F-35 战斗机的这个东西给你偷走了，对不对？把美国你这个爱国者导弹的这种核心技术给你偷走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对吧？对。是啊，我们的观众被解救的肖恩说，今天这个的盖特，我觉得亮点还是在独立的、可持续的这两个词。CCP 体制和沼泽地现有的机制最大的劣势就在于不独立，没有可持续性。说的太好了，这个中共国它就是那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那种发展模式啊，是牺牲你的这个环境。然后靠剥削廉价的劳工，甚至是那些，那个卢工啊，就是那些监狱里的集中营的那种根本不要付工资的那种卢工的血汗钱发展的这么一个模式，其实就是一个竭泽而渔，没有可持续性，对，他就根本就不想持续嘛，就把你这个，其实他们内部的人也知道，你这种割韭菜机制是割不久的，对吧？你割一茬就，所以就赶紧走人了。就是89那个天安门事件之后嘛，其实很多盗国贼家族都已经开始在海外布局，就是把国内的那些资产啊，就是通过这种像海航啊、恒大呀这种方式打白条的方式，把那个钱给偷出去了啊。偷出去之后，私生子都安排好了，就已经留好了那个后路了。这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可持续性发展。那郭先生今天提出这个可持续性呢，我个人是非常认可的。可持续性呢，你是基于一个这个全球的一个信任的体系，就像文峰刚刚说的，对吧？大家互相信任，你这个生意才能做得长久，对吧？都有一个这样的信用体系，而且呢，我们这个发展模式绝对不是那种竭泽而渔啊，靠那个坑蒙拐骗偷的那种啊。要考虑到那种环境上的那个可持续性，还有你的这个民众啊，你要民众嘛，你要还富于民，让民众当那个有那个话语权是吧？还政于民，还富于民之后，那民众之他其实你做任何事情都要靠人，对吧？你要靠这个人，靠人来做，你只有最大基数的人，他有这个希望啊，他有那种创新力、创造力。
之后，你整个生态圈才会进入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循环当中啊，而且是一个非常生机勃勃的那种循环。你既不靠牺牲你的环境，对吧？又不靠那种剥削你的劳工，然后你的民众他都有这种希望、有热情、有财富、有话语权，能够参政议政，参与到整个社会的这种运转当中来。就像我们当年啊，你还记得吗？就深圳的时候，当时搞一种那个企业模式是全民持股，他每一个公司的员工都是你这个公司的一个股东。其实这种模式当时是非常好的，后来只不过是因为它处在那种大环境之下，那种大环境就是一个杀鸡取卵的那种模式哈。其实，没有搞下去，但这个也是说明了哈，就是你必须要还富于民、还政于民，你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这些民众的一个这样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啊，就是进入到一个这样的良性循环当中。还有一个被解决肖恩说了一个独立性的问题，是这样子啊，就是因为中共国他当时以牺牲自己的环境为代价，牺牲自己的那种民众的那种福利哈、为代价，吸引了很多全球的产业链啊搬迁到中共国，因为资本是逐利的，对吧？那些生产链搬到中共国之后，因为靠压榨中共国十几亿的老百姓和牺牲环境、高污染、高能耗的那种行业啊，尤其获利嘛。因为你那种高污染、高能耗的这种产业，你在本国生产的话，成本会非常高嘛。那你在中共国的话，你随便污染都不用收取你的排污费了啊，你的那个什么各种费用都很低。所以，这全球的这些企业啊、商家啊，在中共国里尝到了很大的甜头，但是从而也导致了一个这样的后果嘛。像那个产业链的一个空心化就是一个最大问题。我们在记事本里也谈过法国，对吧？法国70%它是依靠这种旅游服务业的啊，那其实它的产业空心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了，就是因为这种原因。你像美国把那个最基础的那种，甚至那个抗生素的那些全部依赖于中共国，很多这种行业啊就依赖于中共国，所以它在经济上也不独立，它在各方面也不独立。我们之前分析过很多次了，中共国它就是将这种生产链当成武器化嘛，就是说是将那个生产链武器化，就它可以来那个要挟你、制裁你、卡你的脖子，对吧？如果它一制裁的话，你可能美国连卫生纸都没有了，就是因为卫生纸这个行业它是一个高污染、高能耗的这么一个行业啊，所以很多这个国家的那个卫生纸的进口，它必须依赖中共国。这个不独立性是说到点子上了。第一个就是不独立，第二个就是没有可持续性，是这样子啊。那被解救的肖恩又说，是的，可持续发展贴了很久，我觉得还是七哥理解的最彻底，实践最用心。对，我非常赞叹你这它可持续性发展，它取决于那个营商环境，取决于有法治的基础和这个整个一个一这个体系。中共国它为什么没有任何的这个可持续性？你比如现在大家都看到的，你看恒大结束了，民生完蛋了，上海电气完蛋了，而且上海电气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自己叫什么？叫弃租保居是不是啊？是这样子自断，他自己把那个胳膊给断了，他要求生，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中共，他是这样子玩的，对吧？你在美国，你看这个私有制，这个大家这个保护这个私有制，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种三权分立这种体系之下，它才有持续性，对不对？那么新中国联邦现在就是说，你看郭先生他设计这套体系的时候，他是考虑的就是。在美国的这个现有的这个体制的基础上，来构建这个世界级的工厂，来构建世界级的这种加工能力，是不是啊？哎，来构建世界级的这种信用体系，他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起去考虑的，你说太对了，你说太对了，
因为这个互联网的发展以及这个交通的发展啊，这个全球化已经是一个大趋势，不可避免了。所以说呢，这个灭共真的是迫在眉睫啊。我们知道哈，你要实现全球化的唯一的前提就是你双方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啊。你不能是独裁和民主是没有办法搞那个全球化的。我之前举个例子啊，就像啊，我把我的孩子啊交给我的邻居看管一天啊，因为我要去工作，我的前提就是说你这个邻居是一个可靠的、可以信赖的人。如果对方是一个罪犯啊，是一个前科累累的强奸犯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把我的孩子交给他的，对吧？那目前就是这种情况啊，就中共就是一个大流氓，你这些西方国家将自己的核心的产业链交给这个中共国，那后果就很严重，对吧？所以说这个全球化呢，前提就是一定要灭共，然后要这个走那个正道主义，就是全球所有的民众啊，超越国家、超越民族、超越宗界的这个界限，践行一个正道主义普世价值，然后在这个共同的那个价值观的这个范畴当中，互相信任的前提之下，互相可信的前提之下，我们才可以搞全球化。那这一轮的全球化必定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工业时代的一个文明的新高度，政治文对，明的一个新高度啊。各方面全是一个新高度，包括平民主义哈、啊，就是成为最终的一个这样的话语权的拥有者、财富的拥有者啊。你这个过去的那种财阀呀、政治家族啊，这种模式、这种游戏真的是玩不下去了。你从这些国家都已看出来，这个地球现在陷入到这种非常糟糕的境地，就是因为垄断，因为这些财阀，因为这些政治家族啊，他们控制垄断了。这个大部分的，本来应该属于民众的财富，才造成了现在这种恶果。这个人性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是没有办法去遏制的啊！就是只有彻底的推翻它，重新改写这个游戏规则。那么我们这个机器里目前在做的就是这样，重新改写游戏规则。基系列不是要推翻这个现有的这种模式，基系列呢，基系列其实要做的是，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在这个 CCP 的灭亡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与西方的这些去对接，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西方的这种大量的生产产能都转移到了中共国。那么这个过程中一定得有一个力量能把它给接起来，啊，而且呢，就是说大家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说小一点吧，说小一点，就对我们个人来讲，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呢有一个这个工厂，我能够这个做这个电子，我在越南，比如说我有个工厂在越南啊，我能够做这个电路板的这个设计，或者说呢，我能够做一些这个电子产品的代工。那么呢，我这个工厂，我是工厂的这个主人，我呢是 G Club 的会员，我成了 G Club 的会员，我加入了 G 系列，那么将来呢会有很多的这个订单到我这儿，那么从这个诚信的角度，我有一件事我是一定不能做的，我不可以在这个给别人代工产品的过程当中，我把那个技术偷走了以后。我又自己又搞了一个我自己的品牌的一个产品，一个类似的产品，这就是我们 G 系列的一个信用。中共国，他这个让这个世界的这个很多这个工厂倒闭啊，或者这个很多品牌倒闭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大家知道吧？就是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他把别人的核心的东西给弄走了，然后他就抄袭，抄袭又再加上他的那个黑客去偷别人的核心技术。他就是说你贪图我给你加工便宜，对不对？你美国公司，对吧？你找我给你加工，然后弄完以后呢，我要你的命。这是中共企业，中共的这个整个供应链，它非常邪恶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吧？那么作为将来这个 G 系列打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新的这个加工体系，我们在我们 G Club 这种约束之下，就要实现这个。我帮你做了，我就是老老实实的帮你做产品。我绝对不允许我做一个同样的产品，比你价格便宜一半，然后把你的这个后路，把你的市场全部给你灭掉，对吧？这我们说了一个小的地方，这就是你将来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与中共国的这种体系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对，我们是有诚信的，对吧？甚至我不签协议，我口头的协议约定的都是生效的，都是有法律作用的。
这个被解救的肖恩，真的是厉害啊！看问题看得很透彻，说那个借产能是灭工后过渡期的短期目标，最强大的还是应该设计能力、实现能力和不可复制的品牌价值，是这样的吗？的确是，你不管是你要打造一个系列，搭建一个平台，构建一个什么，跨越全球的那种大型的一个，其实我对那个机械的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是要重新设计一个新的那个国家模式啊，就是等于说，郭先生提过资本主义2.0，你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因为这种全球化，它会带来一个，政治结构的一个这样的改革啊，这种过去的那种国家模式很可能要升级换代了，就资本主义要升级到2.0，那你国家也要升级到一个2.0。过去的我们对国家的一个理解就是说，你一定的疆域，你要领土对吧？还有一定的那个民众，还有你这些民众制定的一些法律规则呀，有一个国家主权等等，这就是一个国家了。那么新的一个国家的模式可能是，你要超越现有的这种国家模式，超越国家、超越民族、超越宗教的一个，只要你共同认可这个价值观啊，我都可以加入你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新中国联邦完全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那种国家形态，对吧？地球上任何，这些民众，只要你认可正道主义普世价值啊，都可以加入我们，对吧？不再局限于那种传统的那种领土啊、疆域的那种概念，而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啊一种虚拟和现实结合的那么一个新的一个这样的国家的模式。的一个新的形态，满分。对的，对的，对的，新的这个国家的形式，还有就是新的这个工业体系的这个打造，新的这种甚至是这个供应链全球的这个供应链能力的打造，还有新的这种创新能力啊，创新能力，对吧？中国的创新，中国，大家可能就是说有些我们很多战友他没这个精力啊，因为你就比如说做手机的啊。做手机，中共国怎么做手机？就是你，咱就不说别的，就是华为吧。华为怎么做手机？它就是抄。我跟你说啊，就是抄。从这个03年、04年，当时这个，因为华为是没有做2G 手机的，就是那时候在这个2003年以前，那个当时的2G 手机，诺基亚呀，这个 LG 呀，爱立信啊，是吧？甚至还有西门子，大家知道西门子、飞利浦啊。这些当时五花八门，还有摩托罗拉，对吧？那华为上来就做 3G 手机的，他做 3G 手机怎么做？就是从2003年、2004年开始整的，就是直接抄，把那个韩国的，把这个韩国，我记得当时就是 LG 和三星的，对吧？我说的话你们可能不太相信，因为我亲自就给他们买过很多那个市场上的那个机器，买了以后直接送到北京，送到那个深圳，对吧？然后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开始拆。拆开以后就开始这个叫反向工程，它检查你的电路板是怎么设计的，检查你用了哪些芯片，对不对？那这个拆开以后基本上就知道了哦，原来现在要用高通的6225芯片，大家查一查有没有一个叫高通的6225芯片，3G 的最早的一款6225，对不对？那就找高通去谈吧，你这个芯片供应给我是吧？然后电路板一弄出来了。然后壳子，手机壳怎么设计的？一看，哦，原来是这样子的。OK，马上就找这个深圳的很多这个做这个工业设计的，帮我做几款出来，对不对？他就这么抄的，你知道吗？啊，抄完以后，这边价格直接给你卖500美金、250美金，全都这么玩的。到最后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你看多少个就是跟那个华为合作的企业。有很多，我跟你讲，也就很多韩国的那个手机厂家，稍微就是规模小一点的，跟华为一合作，好，华为一开始帮你卖产品是吧？卖的挺好，你感觉你赚了一些钱，然后很快华为推出自己的产品，然后不跟你合作了，你就死了，对吧？韩国很多的做手机的小厂都是这么死的，都给华为玩死了，这就他中共国他就是这样子，对吧？跟你玩的过程中，把你东西给你偷走，偷走以后，然后自己推出一个产品一个品牌，然后。把这个上游的这个合作伙伴全部给弄死，对吧？啊，他是这么做出来的。你一说起这个，我还真是亲身经历过啊。因为我在过去在墙内的时候，
周围有一些很熟的朋友啊，甚至家人在做那个企业啊，那都是十几二十年前呢、啊。那个时候的环境是什么样子？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一个真的是非常高端的一个人士啊，有那个技术，有那个专利，然后呢，也是国家某某那个什么研究院的一个什么什么啊，特别牛的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就被上海的一个非常牛的一个企业哈、啊、给那个请去了，然后让他去组建一个公司，然后开发产品，之类的。等那个都做好了之后啊，就把这个人活活给挤走了，你知道吗？就你的专利也拿到了，然后你的产品也设计出来了，公司你也给我搭建好了，那我还留着你干啥呀？就把他给卸磨杀驴了，直接杀掉了。那个人还是一个很牛的这么一个人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就是我家里有一个这样的亲戚啊，他是做那个民营企业的，民营企业他有自己的专利，有自己的核心产品，有自己的什么都有。公司一开始建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些政府的职能部门的那些人啊，他就像那个复古之躯一样爬上来了哈。你这企业刚刚小的时候来的是哪些人啊？就是街道办的那些，政府工作人员，他是什么呢？来给你参股啊，帮你摆平周围的一些事情，就给你参股，这是第一道。等你那个企业发展了哈，你的产品出来了，市场有了，有收入了，盈利了哈，然后就是那种市政府那种政府级别的那种那什么关系的人进入了，也是跟你要股，而且都是要那个干股啊。然对，后等你再继续做大，继续做大之后。做大之后要上市了什么的哈，你要去融资啊，要圈钱啊，然后就有跟那什么市政府里边某某那个什么领导啊、北京啊、直通关系的那种人哈，又掺和进来了。到最后，我这个亲戚，他一把手创办的这个企业，他最后剩下5%的股份啊，他95%全部就这样的花出去了，百分嗯。之五的股份啊，我就在担心呢。我说你这个5%的股份能保住已经不错了哈，就是。你知道有的人嘛，做企业啊，做到最后尸骨无存的那种啊，就是活活的，就是你公司上市了之后也是被卸磨杀驴了。就我第一个朋友的话呢，他被卸磨杀驴是因为他那个专利交出去了之后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就被卸磨杀驴了。还有一个在国内申请专利也是非常尴尬的啊。我这第二个亲戚呢，他是有专利的，他说吧，你这个专利呢。申请和不申请都很尴尬。你如果要申请的话呢，你的就没有秘密可言的，任何人都可以抄你的。他随便改一改就说是他自己的专利了，就你没有任秘密可言的。那种专利局可不是保护你的专利的哈，他是拿去卖钱的，对吧？这是一个尴尬。你如果不申报呢，但是你如果不申报的话呢，那你这个专利被别人申报了的话呢，那就跟你更没关系了，那甚至还可以反过来告你侵权。所以说你在国内活着，这民营企业活着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在那个过去做工作的时候，接触过很多这样的民营企业家，日子真的过得很惨。有一个民营企业家，他之前很赚钱的哈，他赚了很多很多钱，然后但是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他特别喜欢动漫啊，他就想啊，美国有一个迪士尼啊，多好啊，这个又是。又能赚钱，又有品牌，然后又打造了一个商业帝国啊。他之前不是做动画这一行的，但是他特别喜欢，他特别有钱，然后就改行做这个动画。真的是一入动画这个行业之后，你就知道有多烧钱啊！这个烧的到最后负债累累了，负债累累了还是做不起来，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中共的那种审查制度，审查是意味着什么？审查就是卡你脖子要你钱的。你知道吗？尤其这种文化企业，所以中共国永远不可能有那种迪士尼的企业出来，因为你永远都是在被人割韭菜、卡脖子，就各种找你，要钱、要专利、要技术、要那个啥的，把你利用完了之后一脚给踢走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那个做动画的朋友还在不在啊？就说还在不在这一行？因为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我就跟你举个例子，在十几年前，在广东那种啊一线城市，而且据说是经济环境还算比较好的啊。我第二个朋友不是在广东啊，是在那个上海，就是这种一线城市，那种投资环境不算最恶劣的人，他们的遭遇尚且如此，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全国各地其他那些城市的那些。民营企业他们的下场会怎么样呢？这个是，所以说这种体制它是没有办法诞生出像美国迪士尼那种什么
抢成功的这种企业，他也没办法实现你的梦想，因为你所有的梦想都只是他们想咬你一口的那种理由。就是他们会哄着你把企业做大，然后因为你养肥了之后才好宰杀，对不对呀？啊，问分。是的，是的，那个啊，郭先生是九点钟开始，不，就是美东时间9点钟，那还有20多分钟就开始了，就是咱们刚好就是今天就是讲这个话题，就是说咱们那个战友们就是咱们带着一些问题啊，今天去听郭先生的这个直播，对吧？第一个就是说咱们可以问一问，哎，郭先生他设计这个 G 系列，他站的高度是不是哎？是不是一个世界的高度，国家的高度，对不对？这个我们而从且这是一里边个去，发展的高度，文对峰，对一对，一定个是发一个展发高度，展的高度。对，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他设计这个 G 系列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了与这个全球灭共的这个，就是灭共的这个沼泽地，要消除他们的这个顾虑？因为你大家都知道，这个 G 系列它不是说就是说，哎呀。弄一个 G 系列就给我们战友这个参与一下投资的，这绝对不是这个初衷，明白吧？就是战友是有幸参与了，懂我意思吧？有幸参与了这个 G 系列一些这个投资，但是他最初设计这个，对吧？有这个隔空取钱，更多的我觉得是跟这个是这个要跟这个世界上这个灭共的沼泽地要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合作，让他们消除他们的或者顾虑，是，是吧？啊，都然是后呢，就提供，是，啊，你讲。sorry，文峰啊，我觉得这个人类的未来啊，只有走正道主义才会，继续的繁荣发展下去，这是一个共识啊。你不走正道主义，不捍卫这个普世价值的话，迟早人类会灭亡的，而且是死于人类自己的手上，这个是一个大的前提，虽然来讲呢，目前有那个沼泽地的力量，他们很强大，这也是因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变得更强大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各方面都很强大的话，才跟他们有一个对等的话语权，甚至对能的，够达到就是把他们拉到我们的阵营来，也走正道主义，也捍卫普世价值。因为，我们之前在基础跟你说过很多次啊，这个高科技的发展太迅猛了，人类的道德水平还是停留在一个孩子的这么一个层级，非常的不匹配，而且非常的不安全，sorry，打断你。对，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说，我们占有自己，就是在这种大的这种 G 系列这种体系的这种构建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将来准备做什么，啊？你是不是准备好了，就是采取一种新模式？我们这种新模式，我们说的就是说这种正道主义和这种信用，对吧？绝对的信用，你是否准备好了？如果我们还没有这种准备好，如果还是说像。抱着以前那个在中共国那种做生意的模式，你想参与 G 系列，那我想你一定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被淘汰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做一个东西，你偷工减料，你为了省成本，你偷工减料，你用的材料跟你宣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违背了这个就这绝对的信用，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就要思考了，那我们现有的能力，大家如果有这个。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工厂的是吧？那么怎么参与到里边，对不对？用什么样的模式参与到里边，对不对？需要怎么做才能够符合这个整个 G 系列的这种理念，对吧？这都是我们今天可以带着一些问题去听今天的直播了。啊，就这啊，儿。好的，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要不就聊到这。好的，嗯。大家好，这里是金视频，我是主持人 Giselle，我的搭档是理工男文峰，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战斗，一起 take down CCP，赢得我们最后的胜利，跟大家一起加油，好的，战谢友谢大们，家。再见，再见，期待。嗯。
我的生命雄鹰是我飞翔的翅膀，踏上母亲缝制的马靴，马奶牛让我藐视死亡，跨上马与狂风对话，迎着黄沙我再次出发，无畏的血水战甲滑落，我的伤口是燃烧的太阳。哎呦起来反抗，英雄故事必备好。